主料，年糕片300克，辣白菜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青椒、洋葱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辣白菜、年糕片、青椒、洋葱备用，圆葱、青辣椒洗净，改到备用。年糕片去除包装，放入沸水中焯3分钟，锅中热油，圆葱丝爆锅，放入辣白菜煸炒，然后下入年糕片，翻炒片刻后加入鸡精调味，放入青辣椒，盛盘，然后下入年糕片，翻炒片刻后加入鸡精调味，放入青辣椒，盛盘。烹饪技巧，年糕先入开水焯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